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吧，跟你左右边人讲说：神赐你荣耀和尊贵为你的冠冕。跟我一起说：神赐我荣耀尊贵为我的冠冕。一起大声地说：神赐我荣耀尊贵为我的冠冕。好，让我们一起起立，至少去找五个人跟他讲说：很高兴在这个地方一起跟你敬拜神。来欢迎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荣耀的主，你是尊贵，你是全能，你是尊贵，你是荣耀美好得胜的君王。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拍掌欢迎你。主，愿意你来这个地方，你震动花莲这块土地。主，你来震动，主在这个地方所有人的心，叫所有人的心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赞美你，你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要来称颂你，因为你的名美好，你的名配得称颂。一起拍掌。让我们一起来荣耀高举神的名，阿们。像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心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耶和华，
像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你的所有颂赞尊贵，将你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花哦，全能者，你的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接下去找五个人去跟他说，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你的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恭喜拍掌。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大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大赞美，我的神很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也可望，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耶和华，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你是美好的神，你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虽然在高天，你仍然眷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众山尊仰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啊，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因你慈爱，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啊，我的诗歌，我口中所吟唱的，我的拯救，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
稣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神与我们同行的信仰，就是虽然我们遇到许多的困苦和患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当中，神仍然显出他的同在来帮助我们。好不好？今天是安息日，把你的困难，把你所做不来的事情，把你的经济上面的担子，把你工作上面的重担，家庭里面各式各样子你力不能生，一直让你觉得很烦心的人事物，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它交托给神，因为他是好的神，他顾念我们，他是好的神，他顾念我们。好不好？数到三，我们就把我们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重担、苦毒、论断、嚷闹，这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神。一、二、三。我们将要儿女上面的重担来交托给你。主，很多时候不晓得孩子要怎么教养，主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长得这么像我，主我却不晓得说到底要对他说些什么，主他没有办法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主就是把这些孩子教养孩子上面的困难交托给你，主把工作上面的困难交托给你，主因为在工作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让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来工作，主把这些难处交托给你，因为神知道神你自己顾念我们，主啊，甚至在教会当中有人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工，主啊，把这些重担交托给你，因为你是好的神，主啊，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神，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一人奔入就要得着安稳，你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就要得着安稳，主啊，奉耶稣的名向你来祷告，主，现在我们要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当中，主，我们的心没有安息。主，我们的心需要安息，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进入到安息的里面，使我们心安静下来，得以听见神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那美好、善良、温良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到你。宣告主是我的斗神，宣告他是生命泉源，荣耀能力威严，荣耀威严能力全能都归于你。哦，在你万有，你是万有，你是万有之主，我主赞美你，主你的安慰是我们伟大，主在这里激励我们的心，我们要紧紧地向我们前面的心连接，我主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
谢谢你，愿那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愿那我们在你面前的宣告和敬拜，颂赞荣耀能力威严爱戴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用掌声大大掌声归给我们神，阿们，路亚。我们复兴小组要献的诗歌叫你的爱不离不弃，
天要谈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天上来的导航，天上来的导航，我们有用导航器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卫星导航呢？你在车子里面有用的，手机也有这种功能，请挥一个手一下好吗？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事情。我们说天上来的导航是什么样意思呢？那就是指着来自于神的带领，好不好？请跟我说，来自于神的带领。来自于神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要奉你的名仰望你，在今天的信息里头开启我们的心眼，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明白领悟属灵的真理，好叫我们的人生立于稳妥之地。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欢迎你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要一起来读三节经文，是记载在箴言的第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来。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再次来，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再次来，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第三节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再次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几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导航系统，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不会迷失。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有一位年轻人，他还未成年，他偷东西被警察抓到了，带到警察局里面去。当他到警察里面去的时候，警察也打电话通知他的家长说，你的儿女，你的女儿偷了什么样的东西，现在在警察局里头，请到这个地方来。爸爸到那个地方去，看见自己的女儿坐在那个地方，他也需要准备做笔录。他在那边叹气的说，啊，我真后悔，我实在错了，我真的很后悔。警察在旁边以为他已经有悔改之意，要回去好好教导他。他说，你终于知道你做错，你看你把女儿教成这样子。对啊，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她的技术教好。你各位晓得意思是什么吗？因为她技术太差了，所以会被逮到。所以她的后悔不是因为这件偷窃的事情是不好的，她不是为这个后悔，她是为着她做坏事心里面没有控告，技术不好这个部分在感到后悔。脑袋里面想的跟实际上一个人应该有的品格是有落差的。因此对我们来讲，在今天似是而非到很多的学问，很多的学说，许许多多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在我们的四周围，包括交往有恋爱，包括婚姻观，还有包括怎么样子赚钱做生意等等，这一些事实上在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错误的讯息当中。这错误的讯息也会用好的形式包装起来，让你进到它里头去。因此我们需要在导航系统上面有一个好的导航系统，也能够有好的接收系统。上帝就是那个最好的导航系统，因为他在圣天上也观看地上的百姓。上帝乐意就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也乐意去扶持跟帮助那谦卑的人。所以导航系统已经存在了，但对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安装心灵上的接收器。刚才我说的那个父亲，那个女儿，他们从小可能给了错误的价值观跟想法，所以在心里面的接收器是什么？接收到不好的，我要技术更好的那一方面，不好的技术那一方面。可是一个良心上面是清洁的，那么他要接收到的讯息是要喂饱自己的良心，让他更加有健康的。所以我们需要装上心灵的那个接收器。第一节用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决策，策划在人，决断在乎上主。再次来，策划在人，决断在乎上主。什么样子的意思呢？如果用一句我们熟悉的成语，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当我们心中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交给上帝依靠他，那么上帝
他就乐意给我们一个回应。在还没有回应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等候。所以这一节经文意思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决策，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目的，上帝会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需要等候上帝的回应。所以口中的应对是指着只要上帝说一句话，那一句话就会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的问题跟困难。等一下你会听到这样子的见证。所以装上心灵的接收器，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装上了这个心灵的接收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巴兰，这个巴兰他是一个先知，那么他因为很贪爱钱财，所以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行经到一个段落，那附近的巴勒王就希望这个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光光，不要经过他们的土地，所以他就花了大钱去请巴兰这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位巴兰他外表表现得很好，你要来求我可以，那么看在钱的份上我也不好意思直说，但是我说我要去求问上帝，这是不是有不好的动机？然后他用好的形式说我要去求问上帝呢？是让你看到人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一连三次他准备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告诉他说，不准你咒诅以色列人，要如何？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的脑海里面已经拿了别人的钱财，可当他采取行动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就半途拦阻了他，并且在他发言的时候严严地告诉他，我要你说什么话，感动你说什么话，你就顺着那个感动说出来。结果咒诅就变成了什么？祝福的话。所以他有一个想法，可是上帝却拦阻了他，那是出于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约以及他的怜悯，上帝能够做这样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见他的心有没有一个接收器？有。但是那个接收器灵不灵？不灵。不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部分，是因为他的贪以及他里头的一些自我中心放在他里头，所以他没有已经不灵了。那对我们来讲，装上心灵的接收器怎么装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灵里头来做你个人的救主。举一个例子，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走到拿撒勒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换句话说是一个贪官，他很苛刻，甚至于很 Q 啊，给他勾台语这样子说，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有没有说错，也就是说他非常吝啬，很会抠。可是当耶稣从他好奇的想要知道耶稣，也是从桑树下经过，抬起头来看见他在那里，给了他一句话，撒该你下来，让我到你家里去。那个撒该就接待他到家里面去。各位，这一个接待他到家里面去的动作，就等同于他已经打开了自己的心，说欢迎进来，欢迎进来。耶稣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说，我看了，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要与我一同如何坐席享受，享受的是地上没有办法得着的那样子的欢乐以及喜乐还有福分。所以撒该邀请他到那个地方去，很明显的是他的心已经打开了，所以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呢？他就跟耶稣说，老师，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以前他哪里会认为穷人有什么需要？他又说，我如果骗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曾经诈骗过，那你现在还钱不是摆明了你贪污吗？更加的明显吗？这让你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可是这样子的改变，这一个美丽的城镇住了这一个可恶的人，这个可恶的人因为邀请了耶稣到他家里面去，是因为 主动触摸到他的心，他敞开了，整个人改变了，他的心灵开始被洗涤了，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过去那些是错误的，过去那些并不能够带给我真的满足，内心空洞的不得了。所以心灵有接收器没有接收器有差别，有的接收器是不是准确，是不是能够吸收得了这些信息，也是一样的重要。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呢？当我们有了接收器的时候，我们的心仍要懂得有上帝的信息来的时候怎么样去分辨它。所以当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语，听到了
神的仆人所说的分享的真理，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的话是怎么样子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教导我们。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来，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这是什么意思呢？人总是看外表，但是上帝看的是哪里呢？人的内心。 KJV 版本的是提到心灵，前面那一段 NIV 的圣经是提到动机，也就是你肺腑心肠最深处的那一个部分，外面看不到。外面看得到是什么？好人一个。什么是好人一个呢？这个好人为了女儿的好处，你去学钢琴了。注意注意哦，开始咯，你去学钢琴了。我不要，我不喜欢钢琴。哎呦，你就去弹钢琴嘛，这弹起来美美的，长发飘飘，多么迷人啊，就增加你的魅力，而且呢让你多有价值。我不要，你就是要去，我为了你好，我钱也已经花下去了，请你去。结果他去了没？去了。甘愿吗？不甘愿。弹钢琴弹得起来是什么？当当当当，故意要把钢琴弹坏，那样子的态度。结果当他去弹的时候，你说慢慢的你就会喜欢的。他真的也花了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可是心里面总有一个被逼的，被勉强的。他一直感觉到我就是不想要弹钢琴，可他弹了。每一次看到钢琴他踢他一下，每一次看到钢琴都是你，看到同学弹钢琴都是你，你的好变成了他的坏。这种的善，你的里头是好的没有错，可是变质了。一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好。你为别人设想的好，在别人身上可能变成一种恶，邪恶的恶。因此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是够准确，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够清洁，我们都需要谦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神说人自以为所做的都对，结果那个孩子长大起来真的去弹钢琴了吗？恨死钢琴了，连钢琴碰都不碰，钱呢白花了，回过头来还落一个罪名，当时都是我的妈妈逼我的，都是谁？阿妈逼我的，都是阿公逼我的。你的好意被践踏了，可是在他那一个面相来看，反而是对他做了恶事。他的时间荒废在那个地方，也不能够带给他人生什么样祝福。所以人都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可是上帝会鉴察人的心思。因此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有这一点认识，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有了机会可以来更新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与神的信息相吻合，也就是你的这个导航系统，如果这个地区有了新的建设，路已经改了，或者是这个地方桥已经断了，卫星已经更新了，地图已经更新了，可是你的系统没有更新，那会不会发生意外呢？也会发生意外耶。曾经有人是因为没有更新他的导航系统的资料，结果他们就把车子开到台中的一个地方，咚掉下去了，而且是在晚上的时间。一样的，对我们也需要更新，更新我们的想法，不然圣经就不会说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加我们的内在这个动机以及意图可以跟上帝的信息吻合在一起。好，所以使我们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指的什么 ？match 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心思不是礼拜天来了，而是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新。上帝的话能够更新，上帝的话能更新。大卫跟扫罗差别就在于，扫罗他一直围绕我这一个王要做这个，要做这个。我这一个王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是大卫却不是这样子。上帝啊，我该怎么做？上帝啊，请你指示我。上帝啊，我要怎么样面对我的仇敌？上帝啊，我内心的伤痛该怎么处理？上帝啊，上帝啊。他们两者的差别在于，扫罗王一直围绕在自己，我我我，可是你不晓得你自己有多狭窄，你也不晓得自己有什么样的盲点。当一个王就很自然的眼界宽了吗？当一个王很自然的他就比较高超了吗？事实上不然。可是大卫他虽然微小，他心里面
却是持续的依靠上帝，常常 update 软体更新，软体更新，灵里面的软体更新。我相信我们曾经用旧版的Windows XP 这些的，如果已经进阶到 Win7， 那么你想要有新的发展，想要有新的运作，我相信我们愿意花钱做什么呢？去换掉太换旧的，为的就是让你的效能能够更大，你的电脑的效能能够更大。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心有余，但是却不愿意去做更新的动作。而这个更新事实上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回到上帝面前来什么？默想上帝的话语，让你脑海里面总是有上帝的话语可以带领你祷告，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有上帝的信息在里头的时候，也更新的很要紧的是，这个信息并非要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而已，因为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有力量的，一定会帮助我们去达成你心所愿的，或他量给你的那个目标，而且会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这节经文这样子说，把筹划的事交托谁？上主，你就能够成功。把筹划的事交托上主，你就能够成功。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成功。下面这里有两位姐妹，她们到法国去，要去看下面的这位达安婷姐妹。上面的右边那一位是下面这一位安婷的姐姐玉婷，左边这一位是他们都是生命水舞团的，是谢淑萍姐妹。他们已经筹划了一年了，可是中间有一些的拉扯，有一些心里面的惶恐，还有许许多多的限制，身体的、经济的，还有胆怯种种这些的问题。上帝如何在他们心里面用话语鼓励他们，更新了他们的灵，以及他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突破了自己的限制，惊艳到原来上帝给他们海阔天空，在未来一样的他们也能够去展翅飞翔在那些领域跟疆界里头。我们先来看这三分钟的将近三分钟的影片，把他们的精华都放在这里头。你你所通融你的皮的拉崩动de provision, béni soit ton nom. Béni soit ton nom quand je marche dans le lieu désert et me donne la désolation. Béni soit ton nom pour toutes tes bénédictions. Je te loue.Thank you.
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亚比斯的淑萍。感谢神让我和玉婷才可以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旅行对每个人来说是梦想也是享受的事，但是它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挑战信心的开始。感谢神让我和玉婷可以经历这一趟的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突破和扩张。在别人的任何事里面，我总是对上帝蛮有信心，但是对于关乎我自己的事，我却总是小心到自己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在这趟的旅程里面，我向上帝求应许，因着小信，我寻求了21个印证。我们的上帝够酷，因为他都一一的应允。从去年的7月和玉婷的一个午餐约会里面，上帝透过他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梦想。我开始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在这过程中，我经历了一场拉锯战。面对旅行这一件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以及担忧，因为有现实的经济层面，使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而且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我一再的退缩。每当退缩的时候，神就用约书亚记1:9来安慰我。我岂没有吩咐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行。这段话语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年初的跨年祷告会，张牧师要我们安静的寻求神所为我们预备，神所要祝福我们的经文。上帝给了我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2:9，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而小信的我，即使上帝给了我这么多的祝福，我仍然放不下自己的担忧。而当我软弱的时候，上帝用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让我知道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尤其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上帝透过新牧师的灵力训练课程，其中有一课信心信念改变人生，让我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信心来自于我自我形象和自尊的问题。那一天，我在正面的信心宣告中得以释放。感谢神，当我决定开始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从零到有。此时，上帝开始兴起了环境和周边的人事物，改变了我心中对信心的扩张，并且经历了信心的大能。我不再看现有的景况有多么的困难，我勇敢的信心宣告，恩宠的宣告，我知道我是配得的。当我真实的经历跟突破和顺服的同时，随后带来的是祝福与恩典。上帝透过许多的祝福和恩典，使我的旅费充裕，并且超乎我所求所想。上帝更透过我的好姐妹们鼓励帮助时而软弱的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最软弱最无法突破的事，我选择愿意放下老我的理性，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并且带着信心跨进那迦南美地。我可以做到，相信你们也都能做到。谢谢。是玉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亚比斯的玉婷。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上帝今年初给我的应许经文，让我一直期待着今年必有前所未见的事情发生。对学外语的我来说，到西方的国家看看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这两年来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我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表面上我看来正常，但私底下我常自怨自哀，画地自限，认为我的人生不再有希望，我只敢安于做个井底之蛙。我抬头看看头顶飞过的飞机，想起曾经的梦想。然而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我告诉上帝，我要走出去，我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大的能耐。主，请你自己带我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回应了我这句经文，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个应许，开始准备到法国找在那里读书的妹妹。在预备的过程中，上帝一步一步为我预备了最好的旅伴、最合适的时间和机票，一切的过程都超过我想象的顺利。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经文在出国前无所不在的充斥在我的生活当中。果真，我的旅费所需要的一切协助都有天使为我预备，
在旅途中也有一位接着一位的天使帮我们提醒你，带我们转机，在我们迷路时为我们指路。在法国的头几天，我还担心着自己的体力不能负荷，但是神奇的是，我们每天从早走到晚，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自己一直担心的情况完全没有出现，反而我的体力是三个人中最好的，这让我真正的相信上帝已经照他所应许我的医治了我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美景，雄伟的建筑在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群中穿梭着，如同亚比斯的祷告一般被扩张了境界，不再定睛在自身的烦恼上，开始觉得自己又恢复了追求梦想的能力，这是另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在旅途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紧张的时刻，像是我们三个人在人群中走散了，其中一个人赶不上地铁，甚至相机遗失了。在言语不通的国家里发生这些事情，当下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惶恐。然而上帝却总是将出国当天他给我的话语放在我的脑海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每当我立刻在心里祷告，平安马上就充满我的心，使我能安静地思考下一步。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经过这一次的冒险，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要给我的恩典不只是我眼睛所见的而已，我的人生不再被自己限制。我相信未来当我遇到难关时，我将不再害怕，我会想起在法国自助旅行的时因为有上帝与我同在，我能大步向前走的时光，因着他与我同行，我必能走到世界各个角落。以赛亚书54:10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敢于梦想，并且勇于付诸实现，因为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谢谢，感谢神。人容易自我设限，可是当他们在设限的时候，上帝却一步一步的用他的话语鼓励激励他们，一再的保证可以的，因为神的话已经说了，他要与他们同去。神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眼睛所想象的，眼睛所能够看得到的，也超过他们耳朵心里面所期待的，远远的超乎这一些。因此对我们来讲，要怎么样能够除去这一些，是有需要认识一些事情。不过在这之前，我们来做一个活动。什么样活动呢？要跟各位一起来猜拳。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心灵要有一个接收器，还要能够跟信息吻合。谁的信息呢？上帝的信息吻合，而要在那个信息的带领里头去行动。他们真的这样子也经历了上帝。那现在有一个信息就要让各位得祝福的，我们来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头。好，我们来猜拳，那赢的人就可以站起来。好，准备好了吗？剪刀石头布， OK， 就只有剪刀可以站起来，石头跟我一样的通通要都不能站起来。哇，不错不错，好，就只有剪刀才可以站起来哦。 OK， 好，再来，剪刀石头布，只有布可以留下来，石头跟剪刀请坐下，石头跟剪刀请坐下。好，再来，剪刀石头布，只有布可以留下来，只有布可以留下来。我有两位是吗？哇，幸运的幸运者出现了，所以请你们两位剪刀石头布一下，看看是谁呢？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OK， 这位谢篇先生请到这里来。我没有作弊哦。哎，你希望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经验吗？好，他说好了，我没有听到。那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请给我一个幸福的经验，请给我一个幸福的经验。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你要不要再说，上帝要请你指示我哪里可以找到幸福？上帝要请你指示我哪里可以找到幸福。OK， 他已经祷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上帝啊，你的回答在哪里呢？上帝啊，你的回答在哪里？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哦，
就这样子，他说单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句话，那你要不要进一步再问他一句话？请你到教会里面放圣经的地方寻找你所需要的答案。在哪里？就在后面那一个地方，我的正对面，你愿意去吗？好，那好，就请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没有走到，请你足足走。哎，接下来呢，在那个弟兄的后面放圣经的地方，弟兄的后面放圣经的地方，那是便当吗？那个是那个在弟兄的头后面，在哦，找到了什么呢？一个红包，是那个吗？ OK， 打开看一看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什么呢？打开了是吗？好 ，OK， 你看看打开了得到是什么？有打开了吗？打不开。没错，就是它。那我告诉你，那里面有 money， 红包，真的是红包，给他鼓励一下好吗？这是事先设计的。是我们安排的，请坐，不用拿给我没有关系，那就是你的了。当他愿意听而且去找的时候，在我们人生路程上就像这个样子，每走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上帝在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走的时候看一看左边右边，然后 enjoy 这条旅程。到最后当你得到了一个祝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 surprise 那样子的开心。今天给的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是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讲，他刚才在前面两堂的人都说好啊，很开心的往哪里往哪里。然后呢，当然他可能比较谨慎一点，所以犹豫一下，哎，会不会有设计、有陷阱、有什么的那些，想的比较多一点，这就会影响他是不是要很快速的到达那一个地方，还是慢慢的走，边走边看。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也是一样，边走边看，还是你能够信赖这个指引继续往那边。是什么影响我们无法去接收到对的信息，以至于我们裹足不前？有很多的事物，比如说自我中心跟骄傲，还有什么呢？担忧以及恐惧，还有什么呢？那就是猜疑，还有什么？就是习惯于操纵。这些拦阻我们交托给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如果我们假设我要做一笔生意，我不知道这个生意我可以计算它可能会有赚或什么样子，可是我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会不会杀出程咬金来。我想请一位弟兄来协助我，德安，请你来好吗？假如他是上帝，哇，现在我要请上帝，我要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让我的生意能够顺利亨通，有很好的收成。好，各位，你看到我用祷告交托给上帝了，把什么事情，生意这件事情，请你拿高一点点，谢谢，把生意交托给上帝了。可是生意我祷告交托给他了，是真的交托了吗？我还有可能会跟着我走，请你放手一下，还会跟着回到我这边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一个生意，你心里面还有某些的担心，你担心不晓得上帝会不会垂听祷告，你担心在这里头上帝会不会让你学一点功课，你要付一些代价，你的担心牵绊着你，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事实上现在你是看得到，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会影响我们。哇，结果错综复杂，不知道现在应该是牵到哪里去了。好啊，打结了，不过没有关系，是在这里。好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了什么呢？好，我一样一样来看。担心，还有害怕，还有你的一些的疑虑，恐怕你还有一个备胎负案，包括你对自己的自信心，这一些事实上都要全部的、全部的、全部的、
全部的交到他手上。当这样做的时候，你身上有的是什么？嘿呦嘿呦，你就可以开始跳起舞来了。很多人交托就只有交托事情，可是跟着这些事情里头的内在世界看不见的这些却不愿意交出去，以至于事情是给上帝了，可是你仍然在承担这件事情成不成就的得失以及伤痛苦恼。圣经说要把忧虑卸给神，不是事情，而是包含这件事情里头的你所有的情绪，你所有的信赖，你所有的这一些疑虑恐惧全部交托。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我敢保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需不需要呢？需要，不是一天两天学来的，而是要持续的。我谢谢你，我们给他一个鼓励，谢谢你。人总是容易看外表，也被外在的这些事物蒙蔽，以至于我们无法去得到最有价值最好的。比如说在这一头谈到恐惧，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那就是有一位友会的弟兄，因为他的儿子有精神上的障碍跟问题，后来到了需要住院的程度，那么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他就联系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去跟他聊一聊，看一看他，鼓励他。那真的谢师母跟我还有一位姐妹，我们就一起到医院里面去探望他的儿子。那么当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他的儿子也来了，我们就在那边稍微聊了一下，因为吃药的关系，所以眼神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那么在聊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出来了，那么他认识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就跟他说，嘿，你是某某某是吗？哎，你来看谁啊？你来看你的儿子吗？那个是你的儿子吗？因为长得有几分像这样子。如果是你，请问你，你会怎么样子回答呢？你会怎么样子回答呢？这个父亲的回答让我非常的震撼。他说，那不是我儿子，你认错人了。那不是我儿子，你认错人了。我的心在那一刻，我无法跟他在这之前对我们说的话做连结。他竟然能够当着牧者的面，在他儿子的面前说，这不是我的儿子，你认错人了。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心里面很痛。我相信在事情过后，这位父亲的心里面一定也很不好受，内心的控告跟自责恐怕也会一直缠绕他。可是为什么在那当下他不能够说，是，这是我的儿子，我来看他，他有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跟麻烦，我们现在积极的要来帮助他。恐惧，害怕自己的身份给人留下不好的形象，害怕自己的地位，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地位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害怕恐惧。可是他的儿子在当下，你说他听了，我看他的表情好像是反正习惯了的样子，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恐惧，自我中心，要保护自己，可是却是落在极大的伤害里面。不是很好吗？有很好的形象，不是很好吗？有某一种的身份跟地位，不好吗？好啊，可是心里面呢，烂掉了，坏掉了。是什么在影响他，以至于他做出这些决定？是因为心里面的害怕跟恐惧，担心自尊尊严要在人的面前，可是里头却是虚的。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真理的光照，我们就应该不一样，说上帝，我坦诚我自己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刚才有提到的那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上帝赐福了他的教员，他也有一个经历，在去年圣诞节前夕，他刚信主，他的儿子希望能够有一只狗，他们存了钱7000块钱，希望能够买到一条心所愿的狗。那么当他到宠物店逛了一圈之后，每一家宠物店那一种狗都是要8000块钱，他就只有7000块钱，却到了最后一家店的时候，他心里面在那里想，
哎呀，7000块钱，就算是杀价7000块，还要买狗链、狗饲料，有的没有，这一些恐怕也不止8000块钱。所以他在想着的时候，那个店员年轻人跟他说：“哎，那不然旁边那一条红贵宾，卖你3000就好。”啊，红贵宾小狗，通常都要12000，10000以上，对不对？12000。他说：“哇，为什么那么便宜？他不是要10000多吗？”他说：“但是那因为是一个大学女生，她买去养的，现在她的环境不许可她再养下去，所以呢，她就贱价出卖，所以你现在赚到了。”他心里好开心，存了7000块钱，花了3000买狗，还有买了链子等等那些，又花了1000多块钱，他剩下了2000多块钱，开心吗？啊，开心啊！这是上帝给他的赏赐。可是当他买回去之后，这一条狗的第一天活动力慢慢的下降。到了晚上，隔天起来不吃东西，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样子。他心里面想，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上帝你为我预备了这么少的钱，买到了这么贵重的狗，怎么交在我的手上变成这个样子？他心里面有一个疑惑，所以他就跑去兽医那个地方，这个是防疫科的医长，那么他自己出来开验，他说你的狗恐怕有问题哦，要不要花个500块钱来验一验他到底有什么毛病？那么他问他说怎么验，这一张纸验出来一条线，那就代表说他有肠病毒，如果验出来有2条线，那就代表你有3条线了。各位知道意思吗？没救了，所以你会花冤枉钱，没救了。结果他说好啊，验一条线出来了，心里想应该还好，没想到第二条线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 OS， 怎么3天前买的这么便宜，今天竟然要替他收尸的感觉，花了这些钱，然后他们想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医生说没医了，你就回去等着等那些。他心里面想，3天的期限还没有到，可以拿回去还，说你给我的狗是这样子。可他心里面想，那个大学生恐怕有经济的需要，起了怜悯的心，那他就自己把它收下来吧。他回去了之后，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甘心，他就跟上帝祷告，我们全家一起来祷告，把他的太太还有他一个儿子一起来祷告。怎么样祷告？他们就在狗笼子前面按手，在那条狗的身上，笼子上面全家人3个人就是按手祷告，求上帝医治他，求上帝医治他。好，上帝你给我的一定是好的，上帝你给我的一定是好的。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信心祷告祷告祷告。好了，反正结果就要给神，去睡吧。隔天早上起来，活动力恢复了，慢慢的，哎，到了傍晚能够吃一些东西了。第二天吃了更多了，活动力更好。第三天蹦蹦跳跳，尾巴摇得很厉害了。他觉得他怎么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病毒？所以他就赶紧的把那条狗带回到那个检疫科的那个兽医那个地方。医生看了之后，他说：“你给他吃什么东西吗？”没有，那你有为他打什么针吗？也没有，那他怎么好的？祷告好的。那一个兽医就这样子，有一点面有难色，真的可能吗？可能吗？可事实就是摆在眼前。这是我礼拜三的时候亲口听他分享，他说上帝真的很爱他们，胶原，还有不是蛋白吗？还有这条狗，上帝是这样子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烦恼、担心以及心里面的这些不舒服，通通就交托给谁？交托给上帝。他清理了自己的心，说：“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以至于他祷告，祷告了就相信了，交给上帝，因为这是神的，这是神的，上帝啊，这是你的。他们经历了上帝。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收讯系统，有了那些东西就会混淆，因此我们要奉耶稣把它清除掉。可是我们怎么清除呢？这个胶原呢，有了一批又一批都是好的，怎么样就除去这一些障碍呢？第一个，你要很谦卑的坦诚承认自己真的需要上帝。很多时候我们都自以为我们了不起，我们的善良一定会达成什么目标，可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你的善良可能成为一种恶，你的好可能成为一种不好。因此我们都需要谦卑的说：“上帝啊，帮助我。”除了这个之外，他们需要大量的读经，大量的背经，然后接受造就跟装备，这些课程你鼓励你来参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好像是一个玻璃杯，是一个器皿。我用这样说，让各位比较能够明白。如果里头有清水，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上帝给你就是清水，干干净净的。可是，在你的人生路程当中，有人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你里面有了一个恨意，好像滴了一支墨，一滴墨水灯下去，那个水已经混浊了，还没有那么浓的黑。可是，当你在人生历程当中，又被伤害，或者是有一些挫折，没有寻求到帮助，累积起来一滴墨水，两滴墨水，世界的价值观告诉你说，那反正同居没有什么伤害，这是合就可以在一起，不合就不行。享受了所有的一切之后，可以说拜拜。结果你也这样子做，噔噔噔，好多的墨汁在那边。请问一下，你的心能够因为这样子清晰吗？恐怕没有办法。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吸收了上帝的话，他的话有洁净的效果。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因为我的话讲给你们道已经洁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上帝的话。所谓大量读上帝的话是指多少呢？尽你所能的一天读十章圣经吧，二十章圣经吧。大量的祷告是指的什么？除了悟性的祷告之外，方言的祷告吧。如果你不明白，参加装备，让上帝的话引导你，可以在属灵上有突破，以至于你不再受限制，也不在错误的道路当中走，因为上帝能够做奇妙的事情。你要问吗？我想最后要跟用这一个例子作为一个见解来提醒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在新闻上就报道，我们台湾有一些女生到韩国去旅游，事实上她们有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整形，让自己更加的美丽，有吸引力。女生都爱漂亮，男生也不例外，我也不例外，我很诚实的说。那当他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钱，他们选择一个方式去赚取他们所需要的费用，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身体。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们在意外面的形象美不美，却不晓得他们的心已经烂透了，他们的心已经失去了贞洁，他们的心已经没有了清洁这件事情，只要外在的美丽。今天许多人只是顾全外在的面子，顾全外在的形象，却不顾自己里面是不是已经烂掉了。如果是这样子，你的指引会是清楚的吗？你的人生会是健康的吗？很大的一个问号。你的人生会是有喜乐跟幸福的吗？还是不幸会一件接着一件临到你的身上，出于你的抉择。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醒过来，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导航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安装了一个接收器。而我们也需要常常仰望上帝，像大卫一样的来更新我们自己，借着大量的读圣经，借着祷告，洗涤那些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污染的世界的价值观。就像刚才分享见证的书品一样，他一直在自我形象上面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会往负面的想，可是他持续的有上帝的话，持续有上帝的话去兼顾他，以至于他跨出了人生的那一步，梦想的成真在他身上。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有梦想的权利和自由。有些人敢梦敢想不敢动，有些人敢梦敢想敢动，却是缺少指引，结果为人生带来的偏差。有些人敢梦敢想也敢动，可是他等候上帝给他的指引，在人生的各个转折之处都经历到上帝的恩惠。你会是哪一个呢？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天父，奉耶稣的名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今天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要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主你向我们人生所定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祝福。主，你的话语是清洁的，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能够坚固我们的心性。主啊，这一个世界要败坏我们的心思，要染指我们的心灵，然而恩典的主啊，我们却要在你面前仰望你自己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是可喜悦的，你的话能够苏醒我们的心，你的话也能够使愚昧人有聪明有智慧，你的话也能够快活我们心，你的话也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主啊，你的话语是正直是清洁的，是存到永远的。主啊，我们要因着你的话语高兴欢喜，我们要守住你的话语来得着大赏赐。主啊，今天我们是那一个得赏赐的人，我们是要得
着大赏赐的人。主，我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去站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宣告，你的名何其美。高主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他赞美，宣告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身份伟大，当受他赞美。谢谢，拜拜。至高神，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配得应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宣告全能者，至高神。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高举全能者，至高神，配得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再次宣告，至高神，至高神，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哦，至高者，至高神，昔在。
在精彩永在你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宣告至高者至高神，记在精彩永在你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彰显在全地之间，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弟兄姐妹，有谁希望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身上的？有谁盼望说，神啊，愿你自己的光大大的照着我，我人生是不太一样的。我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说，主啊，那些蒙蔽我的谎话，说我不行的，以及那些使我感觉到自卑软弱的事情都要过去，因为在神的荣耀里头，这些都将逊胜。因此我们奉耶稣来宣告说，上帝啊，充满我你的荣耀，把你的荣耀充满我，将你的荣耀释放出来领导我，好吧，我用自己来祷告说，神啊，我要得着你的荣耀。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荣耀的主啊，荣耀主啊，释放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心里面一切羞愧都除去，你的荣耀在我们里头，你的耶稣的宝血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疑虑，除去了我们忧愁，你的话语像清洁的水流倾倒在我们身上，流呀流啊，洗涤我们的内心，洗涤我们的良心，洗涤我们的亏负。而且主啊，这都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已经成就极美的事。荣耀主啊，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荣耀主啊，荣耀的光，荣耀的光照我们，荣耀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不再受辖制，荣耀的光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再受欺瞒。荣耀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至高神啊，至高神，喜在精彩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神，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你将你荣耀，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就是有一个呼召，如果你是新朋友，你在这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日子以来，你盼望能够展开人生新的历史，可是你一直都办不到，而你也还没有改变你的心思，也就是邀请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安装上这个接收器，是属灵看不见的，可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还没有安装上这一个属灵的接受器的，好不好？当喊到三的时候，请你举手。我要邀请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一、二、三，好不好？把你手放下来。当我祷告一句，请站在原地跟我祷告一句。我们弟兄姐妹就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奉耶稣的名，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灵，做我个人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
引导我，引导我走在平安稳妥的路上，请你饶恕赦免我过去不认识你的罪。谢谢你钉在十字架上，你流了宝血，你赦免饶恕了我的罪，也洗清了我的心。我要一生跟随你，你赐给我永生当礼物，我永远属于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因为你对我不离不弃，我更加放心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病痛的，请你就按手在你病痛相关的部位，让上帝的医治临到你的身上。头痛的，请你就触摸你头痛的那个部位，你心脏血管的问题，你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触摸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要有信心来领受上帝他要对你的医治。天父，你的仆人奉耶稣的名释放你的医治进到弟兄姐妹身上，因着耶稣的鞭伤，因着耶稣的鞭伤，弟兄姐妹得着医治，因着你的鞭伤，他们得着医治。圣灵啊，圣灵啊，医治的大能大力临到他们身上，圣灵啊，医治的能力触摸他们的患处。现在亲爱的圣灵啊，做你美好的工作，释放他们身体的病痛，使他们得到痊愈。荣耀主，我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荣耀主，谢谢你，你是施行神迹奇事的神。我要奉耶稣的名祝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自己的话像光探照光一样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情况，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啊，我们的外观外貌以及我们外在的这些形象都不能够阻碍你在深处里面看见我们实在的光景。主啊，我们不隐瞒我们里头所存的那些的意念，求你帮助我们，倘若这些已经伤害了我们，已经不自觉的捆绑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够突破，现在我奉耶稣的命令，这些仇敌的坚固的营垒完全的毁坏。奉耶稣宣告弟兄姐妹从你里头得着的自由和释放。亲爱的圣灵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做新鲜事的神。主，今天在你面前的人要得着大喜乐，圣灵啊，充满我们，你的喜乐，奉耶稣的名，喜乐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至高神，至高神，现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的主，万军耶和华。神的平安、喜乐以及他的良善慈爱，他的丰富围绕着各位。奉耶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一分钟后再慢慢离开。上一次。